我该跑去哪？傻瓜投资法上场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，我是平均，欢迎轮源投顾的何珊老师。平均好，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何珊。今天有很多涨多的股票现在都休息了，诶，涨高也不适合再去追，到底换手的话有什么股票值得我们来留意的呢？老师好，大家都知道啊，这市场上面呢天天都在换手，基本面不会天天在改变，但是筹码面随时随刻在改变，也就是我常常跟各位说的换手再换手，最后换到谁的手。那么现在有的股票呢涨高高了，哎，突然急杀，那么有的股票呢修正了好几天呢，但是呢它又是好像有人进去，到底现在怎么做股票？珊珊老师告诉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口诀，很简单的投资学，那就是傻瓜投资法啦。哦，啊，傻瓜投资法会很傻瓜吗？不会，大家最喜欢了。大家最喜欢的，简单明了好用啦。买什么？跟谁？选什么？换什么嘛？这就大家知道的嘛，对不对？好。这个大家看一下，买什么强者恒强。刚刚品均才讲了说，哎呦，那股票呢涨得很高还可以追吗？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股票会涨很高，因为它很强嘛，它是主流嘛，它是一大堆人认同的嘛，所以呢涨高了它还会再涨，那你继续买它还会再飙，这种叫做强者恒强。那么另外一种呢，跟谁？你不要去跟阿多仔啦，阿多仔常常看到美国的股票大涨啊就买台股啊，他大跌啊就卖台股啊，跟内资。对，跟内资啊。内资呢我们知道投信啊，他们之前在上个月的当中呢，他不理外资，他做他自己的中小型的股票，但是滚出一片天空。所谓中小型的股票，前几集节目我有讲过，股本没有超过50亿，比较小的，但是他题材都是当今的主流题材。那么这种题材当中呢，就是符合投信认养的股票，大家常常在讲投信认养，什么养？不是在养小猫小狗，它是一直在经营这种股票，所以我们叫名字叫做投信认养。那么你要选什么呢？选内资偏好。什么叫内资？我们本土的，像我们自营商它也叫内资，像我们的那个资金比较大的，我们所谓的业内，那也叫内资。那么就选这种的。再一个第四个，换什么？换当今的主流题材。现在什么最红啊？像是电动车啊。对呀、啊。还有那个元宇宙，对，你们看哦，这个电动车啊，这个波波啊，今天鸿海又有消息出来，有空来跟各位说。那么呢，元宇宙啊，近期是不是在滚动？对，那么这个就是告诉大家，当今火红题材不用怕，为什么？有题材就有商机，有商机就有大钱财，有大钱财股价就会滚动。这个概念你们能够认同的话，那我们就照着这个概念买什么，跟谁，选什么，换什么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现在我告诉大家，很简单，大盘。诶，礼拜五的时候很特殊哦，终于冲关了，来到此波高点。但是呢这个礼拜很长诶，平均怕不怕？有点害怕。有点害怕，对不对？的确要谨慎哦，有点要怕怕的哦。这个尾巴啊，其实呢它已经冲关了，但是呢卖压非常的重。那么下个礼拜呢，我要跟各位说，有一个叫做17633那个地方比较严重啦。那个地方能够过去等幅的涨幅，但是过不去指数会先压回。那么指数要不要大涨呢？我们看权重股了，好不好？那么现在呢，我先告诉大家，撇开指数，你呢好好的关注这些股票。来，创维它是做 IC 设计的，现在就是符合我跟你说的，有内资在里面，或者是我们的法人在认养，或者是呢现在主流题材。那么这个属于 IC 设计的部分，这个股票呢沿着多头轨道，那但是呢尾盘今天稍微压回，那么压回来做什么？找机会的，强者恒强，了解吗？再来就是亚信，亚信呢有一个呢富爸爸哦，就开始入主他了，叫了联发科，够大资的吧？够大。他本来是网通的，那联发科呢有跟他有策略联盟。那么今天沿着这种轨道线喷喷喷的，我跟各位说，这叫强者恒强。那强者恒强呢，法人在认养吗？你不要认养一只啊，加油啊！再来这个世星哦，世星曾几何时啊？不是因为国外的 news 吗？打到跌停、啊、腰斩，对不对？哇，现在喷到千元了。所以呢，这叫强者恒强，法人认养，强者恒强，有题材它就是会飙。那么现在你要注意这种的中小型的股票，还有这个金研也是一样哦，它也是一个强势的股票。现在呢，沿着这个行情有没有喷喷喷过轨道线？所以我今天所告诉大家，傻瓜投资法就是很简单。现在主流在哪边，法人认养什么题材好，你就这样进去买就。
就对，多头轨道线。再来就是呢，金像电，金像电属于投信的，他们在认养的。为什么它属于 PCB 这一块的？5G 建设当中有 PCB， 那么现在呢，它这个是属于比较温和型的，但是呢，适合那种比较稳健的投资朋友。那这种股票呢，开始呢，今天的那个行情非常的精彩哦。那么接下来这个 PCB 的5G 建设非常的夯哦。再来这个汉磊。看来属于第三代半导体，很纯，对不对？那虽然最近修正一波啊，这个符合刚才品君问我说啊，压回的有的股票可不可以建？这种就可以，因为它有题材，它有主轴。因为在上个月份当中，我们的法人已经战胜了一波了，那么接下来它还会战胜第二波，第二波到哪边？到年底的。在这个南电也是如此啊，这南电属于 PCB 的部分。那么这个南电 PCB 部分，大家看到这个也是沿着多头轨道线，对不对？横盘整理之后喷出嘛，这也是法人认养的其中一档。再来智源也是哦，智源是风风雨雨的，大家最近呢可以稍微压回一点再来动它了哦。因为今天礼拜五的时候从200多亿就摔下来，让这股票稍微有人来出货，你在等的在退120块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。那这也是重复了，然后就没关系，这个属于那个宏达电，就是元宇宙概念股哦。元宇宙概念股呢，宏达电这当然不用再介绍，大家都知道 bang bang 叫的哦。这种威盛也是强者恒强的，这位数也是强者恒强的，中光电也是强者恒强的，这几档强者恒强可以压着做，还有这档镜头概念股、元宇宙概念股。好，谢谢何珊老师精彩的分析。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资讯的话，记得加入何珊老师的 LINE 跟 Telegram 哦。财经急诊室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